较多啦，那时候第一抽十，然后第二抽十，第三抽十。当时还有顺序，那个宝妈有十升十升升龙，十升十升升龙，然后在第七抽才开始是一千。你说是七万五千？哎、欸，七千五百块还是14800？一万四千八。前六抽好牌、啊，必定打鱼。不高兴啊，只有他比较好运，四抽毕业。谁四抽毕业？你就四抽。我差一只啊，我差得天。你抽什么？我差得天。他这边有两只得天，我跟你换一只去过。好、啊。哦，可以互相送吗？不行，没有，不行吗？还是可以送设计图。不行，那设计图也可以吧？那买的时候啊，不易。啊，而且重点是比你没设计图啊。啊，是啊，欸、可是做特二而已。二嘛，不易。就阿玛油而已啊，干嘛？可是，干嘛？因为抽的其实都只有特二嘛。干嘛？可以用，都只能。可以用脚来挡啊。你刚刚做上那个是花50块，或者是用塑料图 AB 都可以。慢慢啊，吃了吧，慢慢等，等久就是你。不会啊。对面就不用你刷点铁砂有没有装饰一下？最近的每日一抽都可以抽到那个黑阿脑，但是稍微比较重一点点。我今天每日都被人家吃掉了，你抽哎，来进去看哎，没有哎。